再来看一下这一颗风车茉莉，我感觉这一颗风车茉莉长得有点慢了，除了这一个枝条一直在往上窜之外，底下的话都才是这么一点点大，这样看上去严重不协调，所以现在得把它的这个顶端优势给去掉，把上面的那个枝条给它打一下底，那么下面的这一些新长出来的枝条才有可能往上窜，等到到时候全部长上去的时候，看起来才会更爆。不能再放纵你了，你已经长得太高了，给你剪的，剪断去。剪完之后的这个伤口要给它涂点这个草木灰，要不然它就有好多枝叶会往外流。 OK， 你看这么长的枝条叶子都长不出来，只有这底下才有叶子，所以就看你们的啦，已经给它的顶端优势去掉了，你们就得抓紧长哦，看好你们哦。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继续。